今天要开箱这个传说中非常美味的韩国，算是鸡汤吗？就是煮汤煮粥，它可以放在汤，这是什么泡菜锅吗？反正我现在要来试试看。接下来我要把这个打开来，我的这个 PS4 的摇杆小心不关，先打开来看一下它是长什么样。其实它就是一包，里面有五个这个，然后一个20克，所以是2 4 6 8 10，一包就是100克。然后呢，对啊，它就写5颗100克，然后可以做这种泡菜的啊，就是什么看不清楚这是什么挖狗鬼，还带汤吧，然后这可能就是粥。我是想要做粥，可是可能做不出它照片上的厉害，可是我还是想要试试看。我现在先来试试看做粥，应该是500升的水，看起来是，然后丢一个20克，所以我现在丢一颗20克，因为我刚刚那一锅差不多500升，然后丢下去，我现在要炖炖看，待会跟小包来试试看看。因为它的食谱是韩文，所以我要来研究一下怎么做，希望正如网络上所说的好吃。你在吃手机哦，妈咪煮东西给你吃啦。我们先去遛小 P， 走。我先洗了半杯的米下去，先煮。我这次想要煮鸡汤粥给宝宝吃，也不是鸡汤粥啦，就是要用它那个神奇的汤块。我想要加排骨，我把排骨也丢下去了。妈咪煮这个给你吃哦。我们先去遛小 P 好不好？你要看这个是吗？那给你看。这是我们姑姑给我们的，你姑姑给我们的，她去韩国买的。姑姑，你说姑姑，谢谢姑姑，说姑姑，姑姑谢谢。那给你研究一下哈。现在把刚刚这个20克的高汤块怎么开啊？研究一下，这怎么开啊？请忽略旁边很乱。怎么开啊？这边呢有一个缝缝，指甲太长其实很难做家事。哦，就这样子拉开，哇，是20克真的够吗？神奇高汤款，呀呀，可能不够我们炖一锅吧，感觉很淡，就是要加多一点。这是味噌吗？已经加进去，我现在搅一搅。我刚刚偷偷舔了一下，它蛮咸的，所以搞不好一颗就够了。他都已经说一颗500克的水了，我们就相信他吧。好，不要浪费任何一滴高汤。啾啾啾啾。好，先这样喽，给它炖一下。然后因为我女儿超爱吃白萝卜，所以我决定在汤里面加萝卜。宝宝，等一下哦，我们等一下要去遛小皮，妈咪先削白萝卜，因为你喜欢吃白萝卜，所以妈咪在汤里面加白萝卜。这白萝卜很贵，我在干妈家买的，两只这样小小只的70块。昨天在 Costco 买的白萝卜超大一根的，是两只也是70几块，给你们看。这是我在 Costco 买的。这么大，这是在干妈店买的，这么大，都是2只70几块。好香哦！我把萝卜加进去。是不是？那你跟我说开，你说开。我女儿要进去她的玩具间，我先帮她开门。
妈呀，我们刚刚炖的粥镜头糊掉了，猜查，真的跟照片长很像哎，就是有那个高汤粥的 feel， 加了排骨跟红枣还有白萝卜，都是婆婆爱吃的，然后加了刚刚那个20克的高汤块，像，当然煮好的粥长得像这样，看起来真的是超美味的，加了排骨跟红枣跟白萝卜，现在要跟婆婆来试吃看看。就是这个 Bobo 的姑姑从韩国带回来的，我们今天试煮了看看这碗粥，你看，哎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哎，小屁，小屁要攻击我们的午餐，加，你看看起来是不是超美味的？我跟你讲，真的超成功，我刚试吃真的好吃。嗯，给妈咪，快点妈咪喂你吃粥粥了。给妈咪啊！我们家做了节瓜跟玉米笋，然后还有就是粥，其实在家里跟小孩两个人也不知道要吃什么，所以就吃的很简单。呀、啊，笋笋呢？你爱吃的笋笋？嗯，嗯，快点，好吃哎，不捧场。嗯，那你自己吃，自己吃，自己吃。不过呢，这个粥真的很成功，所以那个传说中韩国的那个好吃的鸡汤，快真的是，我什么盐巴什么都没加。赶快吃啦！如果他还是比较爱喝母奶。你自己吃啊，是吗？这是波波啊，你赶快吃啦！
面，叫不叫？